24号呢，韩国瑜上节目，结果表现让大家觉得蛮傻眼的。因为你看这样的一个画面，他要求呢主持人伯恩跟着他一起呢跪在地上用膝盖走路，伯恩是看得满脸问号，完全不知道这样做的用意到底是什么。韩国瑜超狂举动，非常多网友留言就说了，这难道是在耍杂技吗？其实医生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动作呢恐怕会造成膝盖永久的伤害。刚刚落幕的挺韩霸韩大游行，在这一回政见会成为攻防的话题。蔡英文说呢，这游行人数就是热乎乎的明星，直攻韩国瑜。目前呢，他不是讲说这民调只看不看民调，只看明星的说法吗？那么韩国瑜则是怒呛呢，这霸韩游行一大堆外国人在参加，根本是这高雄市民霸韩的人太少了吧。而韩国瑜主攻的特征组议题呢，也让两方人马互批对方政党贪官污吏很多。挺韩霸韩大游行21号总统第二场的政见发表会呢，蓝绿局持续交锋。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呢，不止紧咬反渗透法猛攻总统蔡英文，而且还用了魔兽世界的巧妙比喻蓝绿政治现况，痛批呢蔡英文在反渗透法上面不要只有选举算计，不懂得权力节制。蔡英文呢，则是把炮口对准的是韩国瑜，在经济还有能源议题上面激烈交锋。前总统马英九在25号南下高雄，到夜市跟立委候选人扫街拜票，民众看到他呢互动非常热络。针对总统蔡英文在政见会上面提到这废特征组呢是因为马王政争，马英九除了强调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也回击对手就是做了很多坏事，所以才会废掉特征组。WeCare 霸韩游行当中的4条长达210公尺、宽12公尺的大型布条，除了记录历史之外呢，现在又多了新的用途。WeCare 联盟跟弱势团体合作，要将这4块布条回收再利用，制作成大概是5000个环保袋。因为是随机裁剪制作，所以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吸引不少民众提前预购。在1221大游行结束之后，当天就有人马上跟我订了10个、5个。1221霸韩游行尽管已经落幕，后续效应却还持续中。除了霸韩程序继续进行，霸韩小物也持续引发另一波搜集热潮。记者柯凤仪、陈立国高雄报道。耶诞夜非常不平静，彰化金马路3段25号晚间接近9点呢，那么一间大概是2平大的民宅起火燃烧，附近住户赶紧通报消防队前往抢救。消防队呢到场的时候，发现那么一名62岁的赖姓男子已经呈现出焦黑，起火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世界各地都在温馨的欢庆耶诞节，但是中国当局却是抵制耶诞节，不止耶诞商品被勒令下架，而且禁止一切耶诞庆祝活动。违规的学生被抓到的话，是会被处分甚至是拘留的，引发民众高度不满，痛批这根本是重演文革嘛。全世界欢度耶诞佳节，不少百货呢都有办活动要抢客。澳洲雪梨那么间购物中心呢，想要用气球送出折价券吸引大家的目光，结果发生人踩人的意外，导致12个人还因此受伤。无独有偶，在中国的湖南那么家商场呢，同样也是利用气球要吸引人潮，结果发生钢管掉落砸伤大家的意外，2位民众呢不慎被砸中了头部。位在高雄的这家游乐园，一边玩一边欣赏这山海美景。12月21号开幕，吸引非常多的游客。可是传出有民众在乘坐一项名为这摇摆波浪的设施的时候，疑似呢栏杆跟座椅距离实在太近了，所以造成这名游客呢踢到栏杆，这脚踝呢是肿胀受伤。事发之后呢，紧急送医来包扎。可是游客呢不满业者态度非常的敷衍，对此呢业者强调会善尽照顾的责任，伤人的游乐设施也会暂停运转。一般人对于社会住宅呢，通常都是会有既定的刻板印象，像是台中的丰原共好宅，当初在规划的时候呢，附近的居民就很担心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但是当地的里长说了，等到社会住宅真的盖好之后呢，大家会完全改观，因为不仅这建筑品质超乎预期，而且呢，这社宅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让附近的邻里呢，大家都可以一起参与。另外呢，还有像是新北市三峡的社会住宅，则是有所谓的亲邻共居，虽然说跟邻近的国家，比方说像是日本啊、新加坡相比，台湾社会住宅的比例呢依旧偏低，但内政部表示了有信心可以达到8年20万户的目标。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份这直辖市长施政满周年的调查，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以逼近80%满意度跟7.7%的不满意度冠绝六都，拉下了桃园市长郑文灿成为第一名了。而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有高雄市长韩国瑜双双都是垫底的，是六都为二，不满意度更是超过60%的直辖市
我们来看看。王宏馆长陈之翰跟民进党立委萧美琴两个人呢，就在24号同台开直播，拉抬网络声量。那么说起前花莲县长，也就是选战对手傅昆萁，两个人话也说得越来越重，直批他根本没有妥善运用花莲地震的善款。自国会政党联盟的立委候选人张禅是用了那么一张跟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的合影当作是竞选看板，结果引发张善政的不悦。没想到张禅呢，不但是没有立即呢把这个看板给撤下来，反倒是用四个大字直接遮住他的脸。五月天出道20周年演唱会24号在桃园国际棒球场举办第三场，为了带给大家惊喜呢，特地找来金曲歌王萧敬腾来助阵。那么第一场呢，这老萧不但是搞笑，甚至还尊称了这五月天的主唱阿信是歌中之歌，两个人甚至合唱了周杰伦的夯曲《说好不哭》，我们来听听看。荷兰探险家希森呢，从2009年开始走遍了全世界70个国家，专门挑废弃地方来拍摄。最近呢，希森还选出了10个他认为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其中呢，台湾的这一处废弃的麻风病院也出现在名单当中。我们来了解。昨天是平安夜，但是呢，南投草屯镇却发生那么一起死亡车祸。70岁这名妇人呢，骑乘机车行经草屯路边，刚好那么一处工厂外头大货车停放，堆高机呢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虽然说呢，业者是有派人指挥交通，但这名妇人呢，依旧是擦撞到了堆高机，摔车之后倒地不起，送医之后宣告不治。社会焦点我们聚焦台南，那么一对夫妻呢，分隔嘉义跟台南两地，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被发现都已经丧命，案情可以说非常离奇。37岁的这名女子19号被发现沉尸在租屋处，初步验尸之后呢，舌骨断裂，疑似遭到勒毙，而她的丈夫呢，就在前一天被发现在嘉义巴掌溪出海口溺毙，同样的死亡2-3天。家属强调这两个人感情非常和睦，两起命案是否有关联，也是警方调查的重点。耶诞节的前一天呢，在法国巴黎歌剧院前广场呢，数十名的芭蕾舞者呢上演着《天鹅湖》，为了表达对退休制度改革的抗议。我们来看看。反送中呢，走到耶诞节刚好是满第200天，那么港民配合节庆呢，在各区发起了陪你逛，还有穿上这圣诞老人装的变装游行活动。但这一天呢，街头上面听到的其实不是圣诞歌曲，反倒是镇暴警察呢多次发射催泪弹的声音，还有呢当街被驱赶民众的尖叫声。南投竹山竹艺灯会试点灯，现场摆放了60盏造型的竹编灯笼。那么大家呢，只要在这灯笼旁边打卡，或者是扫描一下 QR code， 就可以累积点数。累积满50点呢，不用到这紫南宫排队，就可以换到这鼠年的钱目。另外一头呢，在苗栗通宵有那么一颗7层楼高的南洋山，为了因应耶诞节呢，所以镇公所摆上了灯饰，打造成一棵超巨大的耶诞树。下周跨年夜马上就要到了，许多人安排外出玩，或者是想要去看一下这跨年烟火秀。那么天气变化其实很重要，因为从礼拜四下半天开始呢，东北季风加上封面影响，迎风面北部东半部转回局部有雨的天气，甚至呢这气温溜滑梯，尤其礼拜五清晨最冷的高温落在16、17度，那么低温呢只有13、14度。到了30、31号，也就是跨年夜的时候呢，到时候会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来报道，高温又会再度下探18到20度，而且水汽也会跟着变多。最近天气多变化，请大家保重咯。美国国防部长呢，今年8月才表示，这极音速武器是美军发展远程射击的首要任务。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就在24号平安夜抢先宣布，俄国已经完成这一款极音速武器的部署，还把它取名叫做佩里夫特。就连总统普丁也为此沾沾自喜。带您关心明天各地天气。感谢您的收看，祝您佳节愉快，我是秀莹，我们晚安喽。